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的成员 MINA 拥有精致美艳的外貌，高雅恬静的气质，更被称与子瑜是团内美貌的两大山脉。近日于韩网论坛上出现一篇关于 TWICE 的 MINA 是如何看待一切事情的，引起许多粉丝及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贴文中说到 MINA 是用怎么样的心情才会表现出这种带有朦胧美的表情呢？许多粉丝纷纷留言， MINA 就好像青春夏日电影里的女主角，简直就是仙女了。MINA 有着公主般独特的气质，但搞笑起来也非常有趣，只能说 MINA 的反差萌实在是太可爱啦。